我是公关黑河长的白色年，哇，还有梅花鹿。10月28号，潮州铁道文化园区，9:39出发的是，这边有小鹿哎，耶，那些小猪猪。有我们的小猪以及我们的猪公，还有我们的小鹿。哇，这没想到这边会养鹿。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的潮州铁道文化园区，也是那个铁道迷的圣地。哎，百年木造火车，看到。啊，那15还在那边，对吧？啊，等下才会进，就是难怪一堆都跑来后面，然后怎么会跑？原来是跑来后面。那我们就逛逛，慢慢逛这园区，然后2828，第二2800现在连接。只期待之后这边可以更好吧，懂啊？毕竟一个基地，他从高雄机务段前站那边搬过来，这边搬到潮州，对吧？也是因为了那高雄地下，所以这个地方就盖一个超大的机务段。他跟我讲是小羊耶。真的行，咩，哇，这有小羊耶，我真傻眼。毛还木造的，9:40，那不然等一下一堆车。啊，就那些个那些，拜拜。9:40，28号，那个再见，拜拜。